大家好，我是黄介，你现在收看的是最新鲜有趣的女性新闻平台妞新闻。8月13号，我会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，欢迎加入黄介。我有一首歌是写给上班族的，所以我想唱一小段给上班族听。这首歌叫做《当》。当每天下班的时候，你是否也觉得轻松？当看见悲伤的时候，你是否有相同感受？当你也开始想太多，别担心，都会有收获。当一天结束的时候，你是否真正满足过？真正满足过？真正满足过？好的，